钟鸣鼎食之家，美馔是这里的韵，真汤是这里的魂。从郭凤行开始，相约食神。主食食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饮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料理方法，也是当今全球健康美食推广的最佳食品烹调理念。早在5000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就开始铸鼎，用以盛放食物、烹调食品。可以说，鼎是人类的炊器之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元素之一。相传夏禹铸九鼎，立商至周，为传国之重器。鼎与中华5000年文明同步，既象征着尊贵与高尚，也佐证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如梦令，食神郭凤行，山姿海味沉浮，任尔芳心无数，过万家千路，相约食神举烛，鼎器真汤酒布。钟立文，美食博士，国际烹饪艺术大师，世烹联国际评委，中国饭店业策划大师，国际厨皇会荣誉主席。他践行其人生哲理，永恒的心，执着的行，经数载求索，终于原创出了当今最具震撼力的鼎锅料理品牌食神郭凤行。如果说国际餐饮名店、国际美食质量金奖、全国餐饮业10家连锁企业、中国餐饮名店、中国餐饮业优秀品牌等众多荣誉是给予食神郭凤行餐饮品牌的肯定，那么众多贵宾的执着追捧则是源于其品牌的内涵及历史文化的无穷魅力。置身食神郭凤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华鼎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由我国古代饮食器具鼎、尊、爵、簋及竹简、编钟等演化来的食神郭凤行专用器具，无不彰显出品牌餐饮名店的文化内涵。食神郭凤行首创的厨物精益九步管理体系，使厨房更像一个生产高科技精密仪器的车间，一切都规范有序、井井有条、细致到位，食品卫生安全保证是食神郭凤行的崇高道德追求。作为健康营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倡导者，食神郭凤行依据食品的营养结构、人体吸收、口感转换等因素，设计了科学的凤行九品膳食流程。食神郭凤行尊贵的享受不仅仅是美食，美食公主的全程式贴心服务会使您真正感受到食神郭凤行的完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华丽的美食之旅吧。凤行一品，滋补真汤，料碟华彩。俗话说，餐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作为鼎锅料理的第一品，也是食神郭凤行品牌的核心。食神真汤是钟立文先生继承皇家御膳房的金汤调制工艺，
独创煲汤秘籍，精选十几种珍贵原材料，保质数小时而成。主要特色为选料精，用料足，保质绝，汤味浓，滋补佳。浓浓的一锅珍汤融入海参、鲍鱼、鱼翅、鱼肚等滋补八珍，其香浓的滋味、鲜滑的口感，令品尝者无不惊呼：此乃火锅佛跳墙。奉行二品海鲜至尊，口福之享。鲜美的鱼肉加以科学的涮食方法，充分体现了海鲜原有的美味和营养。奉行三品素食畅简，健康之源。浓郁的汤锅里涮煮口感清新的三色豆腐，待鲜汤慢慢地渗入豆腐之后，蘸上秘制的豉油汁儿，味道自然非同凡响。奉行四品天圆地方，手工完滑。选用上好原料，采用纯手工打制的完滑，细腻爽口，口感独特，用秘制珍汤加以烫煮，完滑的美味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奉行五品上品珍禽锦上添花，原生态优质珍禽，肉质细嫩，不仅营养丰富，加上独特的锅底，更能增加汤的香味，刺激味蕾，让您尽享美味。奉行六品中玉灵秀山野真菌，受阳光辅照，感园林风习，汲取天然营养，采用新疆特产的沙漠巴楚菇及云南的竹林毛肚菌涮烫，汤底的香气将山野真菌的香气烘托得沁人心脾，妙香横生。奉行七品牛羊珍馐，尽享美味。精选的极品涮肉在滋补珍汤中涮烫，蘸上独家秘制的香辣酱，随意一口，馥郁的香味，瓷实的口感，饱满的滋味，顿时将您秘密包裹，令您喘息而又不舍。奉行八品田园时蔬青绿低脆，经过珍汤的浸润，肠胃慢慢变得奢侈了，这时感受一下蔬菜的清爽，不但可以转换口味，还可以平衡营养，就让肠胃来个 SPA 吧。奉行九品以食为风，五谷为养。制作考究的四喜面，取福、禄、寿、喜的喜庆兆头，在食神郭奉行的餐桌上演绎成一幅工艺美笔。食神郭奉行追溯中华鼎食文化几千年之源，吸纳天下美味珍品之精华，以鼎为器，以汤为魂，融合现代烹煮技艺之精髓，以健康为根本，以营养为目的，以尊贵为追求，演绎当代国际饮食之健康理念的涮食美味传奇。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原先对涮火锅的诸多固有观念，抛弃了所有的杂乱、无序和苍白。当您在味觉巅峰之间体验了一次鼎锅料理的美食之旅，当您在感叹品质、品味、品牌的时尚尊崇之时，一道灿烂的文化盛宴依然绽放。